今天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的蜡像就要入住在武汉杜莎夫人蜡像馆了，我会在武汉最美的季节等你来。好了，爱丽丝们，我现在要去量身了。那今天为我量身的是来自伦敦的蜡像制作艺术家们，他们可是为全球很多很多前辈都量过身。那量身到底会不会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发生？会不会非常有趣？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哇，这些眼珠样板真的好精致啊！眼珠类型听说都有几百种，要从这么多的眼珠里面挑出和我的眼睛最最相似那一款，会不会太考验眼力了？现在正在做的是面部采集，据说为了数据的精确，我脸上会被画上许多的小点点。现在蜡像师们正在对比我头发的颜色，哦，我觉得蜡像师们实在是太厉害了，竟然能找到和我头发一模一样的样板。真没想到整个量身过程细致到需要将近有四五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整整采集了300多种数据。好了，量身已经结束了，虽然说有点辛苦，但过程还是非常的开心。那接下来呢，来自伦敦的蜡像制作家们将会为我亲自制作蜡像，听说这个过程将会花上半年多的时间，他们可比我辛苦多了。我本人是非常非常期待的，你们呢？等到武汉最美的季节，我会在武汉杜莎夫人蜡像馆和你们见面，请大家持续关注武汉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官方微博和微信，很多很多的好消息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到大家，还有专属于爱丽丝的福利哦。游武汉，观汉街，酒来都。